我觉得最大胆，他能跨年龄的船。旅行箱里有什么？充电线。把充电带过去。路易威登全新 LV and 展览在深圳开幕，展览中不乏品牌160多年中绚烂的艺术合作成果，包括艺术家对经典手袋的创新和演绎，还有以路易威登印箱为灵感创作的艺术品。时代少年团也是帅气亮相活动现场。 A 咖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，每人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今天的 look 吧。有型，保暖，一枝独秀，潇洒，高级，深藏不露，超多细节。这次来到路易威登展览活动，最期待什么呢？我觉得是200周年诞辰的一个艺术品吧，因为是很多各行各业的人，建筑师啊，作家呀、啊，还有占星师啊，创作出来，跟很多有名的人合作的一些合作款，像村上龙啊他们的，想有一个沉浸式的看展的一个体验。你知道的 LV 印箱作品中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？DJ 箱。DJ 箱，冠军奖杯那个，对，冠军奖杯的那个，还有一个文房四宝的那个，我记得有个足球的一个印象，我觉得很酷。参考《动物园里有什么》的游戏规则，用旅行箱里有什么的游戏方式，说出旅行里的必备好物。旅行箱里有什么？牙刷、衣服、杯子、袜子、裤子、牙膏、充电线、口水。充电线，完了，没关系，他这是天线，来个天线，天线，天线，天线就不对了吧？天线吗？我要把这天线就是也有信号，我把天线带过去。我觉得这个你说房间里信号不太好，对，只是在外面信号不好。好，那你得带个锅盖去，得带个锅盖去。天马行空去想一下，你最想跟谁来一次旅行呢？我想跟罗夏一起去旅行，因为我觉得。我能学到他身上那股劲儿，然后我在旅行的时候也能一直不害怕的向前走。哇，好能说啊，唱歌，唱歌好。李逍遥，对他带我腾云驾雾，对带我飞行。我应该是和哈利波特吧。我想跟太上老君，我想跟他学炼丹，然后学会那个火眼金睛，你知道吗？组合里谁是穿衣风格最大胆的人呢？真源最大胆，跨年龄的穿。我属于跳脱的尝试，豆豆鞋配七分牛仔裤、我在尝试一个适合我的风格。8岁的孩子穿7岁孩子的衣服，18岁现在已经开始穿30多岁的衣服。我太难了，给他一点面子，说不出话了。每个人说一个词，试着组成一个句子，给大家推荐你们的哪吒。这个哪吒是真的特别，我特别特别的，你没他是特别的吧？这个哪吒特别特别啊，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特别。这个哪吒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特别。